但是内蒙上哪去找这个薄荷去呢？他是找不到的，所以说呢，这没有个的吗？内蒙。没有哪有那个薄荷叶，它只是有个葱姜，就最原始的种这种。哎呀，你有没有背的？你，有，在对面呢，所以说不一样。你啊，所以说这个，你看啊，手把羊肉，哇，你这个当归这些太补当了，归玉卒，你们吃可以，女孩对，子可以，我们吃，我怕一边直播一边流鼻血。背脚看了啊，其实我始终认为葱姜就可以了，羊肉丝，谁呀？羊肉羊丝肉刺身是。是谁呀？火山菌啊，我切一点给你，你来吃。刺身，羊肉刺身，你真的想，你想拉死他啊，真的你是。咋不吃猪肠刺身呢？洗的，大肠刺身对呢？呀，不要洗。我的天呐，黄菊，那哦，这个啊，当归，男人都可以吃的，也是，可是不能多。对。都说就像这个，就像我们金家庄的姜茶一样，其实金哥呢曾经想过把当归放进去的，我们也试过，加了一点点当归，哇，那个姜茶香得不得了。只不过因为这个药食同源的关系，因为这个当归在我们食品法还是不能加的，我只能自己试过了。如果有一天，这个当归能够放到我们的食材里面，就做这个食品，正常普通食健康食品呢，我一定加的，好喝的不得了。啊，早上为了喝口茶，然后下午吃饭就 very good 了。哎呀，杨，你好，谢谢，第一次来呀，欢迎欢迎。这是来我直播间呢，过去一年就做了很多场了哈，基本上来这里都是老朋友了，已经啊，新旧老朋友都有啊。你刚来的，我就介绍一下金哥的黑芝麻碗给你。如果今天有很多朋友都是新来的呢，我就带你们去看看工厂啊。有没有新来的？啊，这个真的很开心的，大部分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产品好吃的，你看，是，那个水果燕麦加牛奶非常好吃，对。过巨煎，谢谢你，谢谢坚哥。哎呀，真的，上海那个还真得给它弄点燕麦那个，真的是那个，你问问孙总，就寄给孙总，然后让他帮忙送给他，特别是我们那个黑芝麻燕麦呀、啊，那些加那个水果燕麦。对，都给他早上吃。那我跟那谁可以跟工厂在惠州，广东惠州，喺广东惠州啊，欢迎你哋第一次嚟我嘅直播间啊。其实呢个直播间每日咧，我都会抽时间做一做嘅啊，每日都会跟大家见个面啊，尽量啦。过两天出差就不行了，过两天要出差了，出差之后回来，可能就又回香港两天。我都说最近就等这个，等那个，哎，好像在那帮，就等这个啊，等那就个，等这两个产品。昨天大家都看到了啊，一直在做这两个新产品啊，那个草莓夹心棒，一个是椰子夹心棒对。啊，这两个呢，大人小孩都应该非常爱吃的，那种像米通啊那种里面。加了草莓，加了椰子，啊，拜拜，有没有新来的？有没有新来的？有没有新来想去逛一逛的？因为刚回来，你想看的，我就带你走一走。买包花生卜卜脆，你真的是还第一次来想看工厂，你真的是第一名啊！现在你还第一次来，你真的是，我工厂哪里是哪里，你都一清二楚啊。那元宵是明天的吗？明明天元天宵。元宵有什么节目啊？啊，元宵我看看吧。元宵有什么
赠品可以送给大家的了，真的。其实元宵吃我们黑芝麻也行，也是圆的，一样的。你把那个黑芝麻丸把它包上，一个切开四片，然后塞到汤圆里面煮一煮，一样可以的。真的可以，你卖的糯米啊，自己做。我们那个也不甜，对不对？还真的可以啊，就是你卖的糯米、啊。后面写的是“日日是好日”四个字。那还有呢，麻烦的是那个捧起这个，你看，美国风光也是你们送的啊，我把它裱起来了啊，本来是一张纸，现在就找地方挂了。不过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，字写的真不错。嗯。可是有些不懂的，真的巨王这个乙和这个吴字一样啊，属风流人物。晚汉更旧，玉立群，高六三年，1963年写的，不是他他是，哇，这个是真的，这个玉立群，这个你是1963年写的，还是这个是你的生日啊？他应该是63年写的，你不是1963年就写的这个字吧？如果是的话，就太有纪念价值了，我真的要。看怎么供起来的，对呀、啊，你看，但是那到底是不是你是1963年出生的，还是1963年写的呢？有没有写这个字的朋友？啊、你自己在不在？在的话，跟我解释一下。因为按照我们这个落款的方式，都是说是我哪年写的嘛，对不对？重庆火锅当然好吃啊，重庆火锅。嗯不是，你好，嘉年华。嘉年华。啊，想看哦，63年生的人啊。哦。黎明，哇，黎明都来了。谢谢，你那首歌不错。调失眠的长那、啊，因为呢，这个怎么说呢？我们做这个是正统的健康食品，我们不是做那种所谓的保健产品。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功效，有什么功效。当然，我们用这个材料，大家都知道，比如说像我这个黑芝麻丸，黑芝麻有什么好处？大家真的上网看或者是都了解一二的了。我们也不能说，我不能跟你说，哎，喝吃这个芝麻丸，补哪里补哪里补哪里，我们也不能这么说的。包括你刚刚说的这个促进睡眠的东西，我。今年我们这个茶饮类，我们以前不是有那个红豆薏米芡实茶啊、姜茶吗？我们还会做两个所谓的熬夜的，让你真的睡眠不足啊、睡眠不好的，我们会有类似这种东西。罗汉果，人参茶，人参是按病的。我不能跟你说这个有什么好，这个什么好，反正这个原材料。你们看这个原材料，自己上网去查，可能就知道哦，这个东西对睡眠好的，哦，这个东西对什么好的，就看《本草纲目》啊那些，你都一目了然的。反正我做的东西，让你很放心的放到嘴巴里面就已经很好了啊。对啊，熬夜茶好啊，因为现在很多朋友真的不睡觉的，喜欢熬夜的。啊，哇！昨天我就真的睡得好了。昨天我10点多就睡了，半夜一下都没起来，一睁眼6点，足足睡了8个。哎，核桃有的，今年这个芝麻丸会有一个终极版的，就是核桃芝麻丸，基本上啊。几乎是一半核桃一半芝麻这样子做的，这个对小孩子也好，对老人家也好，对我们也好。其实这种东西呢，我们这个健康食品呢，就没有什么所谓年龄限制的。当然你说3岁到6岁很多也不适合吃，一般你真的过了10来岁之后，我这个产品吃到80岁都可以吃的。那想去看工厂的朋友扣个一，我就带你们去看看，好不好？真的，那边信号不一定好啊，这个信号啊。没关系，我这个换自己的行了。嗯。没有的，你看我们这个，你就看我这个芝麻丸，里面就是黑芝麻、低聚麦芽糖、
蜂蜜没了，啥都没有了。现在很多朋友太懂这个食物了，对，打开拿到手上就会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菊苣木啊，对，有没有反式脂肪啊，对，有没有白砂糖啊。那白砂糖这个东西呢，就有时候就难一点点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比如说我们买的配料回来，有些东西必须要称一些其他的配料，可能它里面是含有一点点白砂糖，我们都要写出来，可是我们也会写出来的，基本上我们自己配料里面是没有的，不会再添加这个蔗糖，除非像我最早那款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那个商品栏里面有一款是黑芝麻五谷，有一版是最早最早的，那个时候是添加了一点点白砂糖，可是这个配方我们后面那个有没有那个黑有没有新的黑芝麻？新的黑芝麻燕麦呢，已经完是零糖的了，这个是最早的，它这个呢就有添加一点点的，可是这个呢因为最老款，而且到现在还是很多朋友喜欢喝，我们就没有改，没有说放弃这个，就继续还有卖这个，像我们新的了，新款的这些呢，就没有的了，啊，你看我们都是用。没有用什么菊苣木了，我们直接用脱脂奶粉的了。对。啊，燕麦片。对。红枣、小米、糙米、玉米、枸杞、墨鱼粉。蔗糖添加量为零。这个是最重要的了。对。懂吃的朋友呢，就现在对我们的产品都很放心的了。有没有啊？有没有朋友想看工厂的？大麦粉，哎，给你看看大麦苗粉。现在我们这个大麦苗粉呢，真的我觉得可能全网只有我一家是添加了益生菌跟酵素的。对。以前我们就是刚出这个品种的时候，就只是大麦苗粉。后来我觉得对人家的每个人的肠道啊，大家都了解，如果是懂健康食品的朋友都知道。这个益生菌对我们肠道非常好的，那我就加了益生菌。后来有些朋友反映呢，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青汁好是好，可是怎么样都有一种青草味。”当然，有些朋友是喜欢这个味道的。好，我又改良一下，我就再加了酵素。酵素呢，就很多是这个水果的提取物去加上去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益生菌，这个大麦苗粉呢。加了酵素跟益生菌，它有一股淡淡的果香味的，这个真的可以喝的。每天弄个两三包，放到一瓶矿泉水里面摇一摇就可以喝的了啊！这个尽在不言中。啊，有扣一的啊！哎呀 ，Scorpion 你好，谢谢。明姐打什么 PK？ 现在还有人玩 PK 的吗？真的是。多无聊啊。我们卖的东西不一样的。哦，丽丽年底前在网上，那个时候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在过年前做直播的时候都跟大家说了，要买快点买了，一到过年物流停我就停了，而且他那个物流涨价嘛，涨价我们就算了，哎。好吧。我们这个东西不一样，快叫小林哥喝大麦，他现在不能喝了，他已经拉了一天一夜了，还让着他喝了个大麦汁，你是爱他还是害他？我现在都可以做肠胃镜了，我的天哪！他现在去做肠胃镜都很干净的，直接就可以做。正常去做肠胃镜之前，当天晚上就让你喝一公升那个药水啊，那个药喝完之后，你就真的坐在马桶坐了半夜三点的，对，拉得你干干净净的。我现在可以，他现在都不用吃那个药了，可以直接去做肠胃镜了。干干净净的，真的有什么息肉啊都拉出来了，啥都没有了，真的。可是那种吃药那种，人家肠胃镜之前那是拉了个了，而且拉了不会痛。对，昨天那个真的，
哎，拿还好那个洗手间好，那洗手间菊花都痛啊，没有那个洗手间可以冲的嘛。我操，你要碰一个别的那种，还好是做了个智能马桶啊，桶不然就惨了，真的是，哎呀，笑死了，真的。所以说那天吃饭，我最开心的是他有个智能马桶，我都没有关心说到底吃什么菜，那个洗手间不错。他那种是急性肠胃，其实我也试过一次，有一次很久了。我在这惠州不知道晚上吃了什么东西，哇，突然痛得我还以为哎呀自己人吃的药能撑过去，一个晚上痛得我真的是痛不欲生，绞着来那个一直到了等到早上天亮不行了，我说去医院，哎，打个点滴，没办法了，一定要打了，打完哎马上就好了，不太辛苦了，这种急性肠胃炎。所以真的大家家里真的虽然说都不想备这个药，怎么样都备一点，但是以备真的我都建议不时之需啊，我都建议你备的这个药啊。像我们出差啊，我那个行李里面肯定有一袋药的，什么都有一点，咳嗽啊、感冒啊那些肯定有一点的。真的，现在是论去一个地方吃饭。大麦苗粉没有连接吗？不会吧？真的论是真人，当然是真人啊。拉成这样这么开心，我们的心态就是这个好，只要不死，对呀，什么事都是小事，真的，人生没有什么大事的，除了生死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说现在要去哪个地方吃饭，一定要有个智能马桶嘛。今天晚上我们又有大饭局了，对呀，今天晚上又可以喝的了。对对对，不要说啊，这种真的开心的。只要死不了的真的都不是大事啊，对不对啊？想想妈妈都说对。大麦苗粉没有链接吗？他说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等一下叫人。不是拉肚子，他主要是因为那个是肠道蠕动嘛，帮你清理肠道的，是有一点那个功效的。可是你写已经在拉肚子都不要喝了啊。对呀，像我这种拉成这样的还来，你真的是让他瘦的不成人形啊。好，去看一下工厂吧，今天我也要去看一下，看看里面有生产什么东西，好吧，到里面去看一下好不好。等一下我先换线路。线路。哇，啊，打如果卡你就告诉我啊。好，来先看了啊，这是朋友，都是朋友送的画啊，这个也是真的漂亮。嗯，这个你看多干净啊，洗的，哎呀，这擦地。来，水果瓶拍个照，新家装，截屏。哎呀，君君你好，来，下雨了，现在还好，哇，空气挺好啊，下点小雨呢，就真的是养分也好，空气好，哦，下点小雨之后，好久没有呼吸到这种新鲜空气了。那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一直每天都会吃这个面包蛋糕呢？过年前跟你们讲过了，希望这个尽快实现，因为现在刚刚过完年，大家都忙啊。那一块，你们看到那块很多树的那一块，就在洗手间旁边的那一块，我们就会打造一个 open cafe， 这个咖啡厅，开放式的圆形咖啡厅。那希望把我们的面包蛋糕啊，在整个厂区这里，今年会有几万人在这里上班。希望这个面包啊、蛋糕啊，可以变成他们喜欢的下午茶，啊，过来这里坐一坐，欣赏一下我们这个工厂的园林美景，未尝不是好事。哎，谁啊？小戴啊？去哪里啊？去哪里啊？那送阿斌总过来啊！哦，阿斌过来开会的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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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。
啊，就这一块啊。玻璃房。地方不大，可是够用的了。我也不希望坐太多人，这里如果坐好的话，可以坐两层嘛，无所谓嘛。两层上面啊，如果用那个透天玻璃窗，集装箱式的呢，现在很。我们打算就是用集装箱。对，集装箱式的现在是很流行的。漂亮吧，这里啊，然后隔壁就洗手间，当然这个洗手间我们会隔开一下，我们的洗手间很干净的，不会有异味的。啊，喝喝茶，想来买东西的就直接过我们展厅。啦啦啦啦！哎，真的，你问问孙总了，你就有没有什么叫丽丽寄过去，弄一些。真的啊，我们的产品。喂，那个李总不是吃那种燕麦那种，就是那种什么，就是燕麦的。那我们的豆浆就不发喝了啊！如果小林哥那天去喝我们的豆浆，就不会拉肚子了。不用拿这个，这个到时候想好再寄。现在呢，就是我每一款给他寄两袋，怎么样？每一款寄两袋，叫他尝尝。另外寄了个水果坚果燕麦片。还有水果坚果燕麦片啊啊，行吧啊，就是我们的新配方，就是每样寄两袋。姜茶。看看这个。姜茶也寄。喜欢哪种口味？还有姜茶。还有那个阿胶丸。阿胶丸。他懂吃的。啊，你给我个地址，完了全给你寄过去，完了你给你尝尝。还有那个益生菌酵素。还有。对，还有益生菌酵素啊，好，哎，还有芝麻蒙堡饼，对，想起来了，芝麻包饼，对，芝麻包饼啊，还有这种锅，哎，这个锅巴，锅巴不用，锅巴不用了啊，我他也没有小孩子那边，师傅在，不是，他在卖呀、啊，姜茶，可以给他尝尝，可以给他尝尝我们的锅巴脆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行，每样产品我都给他寄点，好了，反正阿胶丸跟这一款那位，这款芝麻丸可以寄点，这款芝麻丸可以寄点。啊，这个对，那你还要什么东西？他都自己买了，寄过去，何必呢？啊，我们寄给他就好了。我们的产品啊，看看。你看，还有适合我们的。长者专区，在这一部分呢，除了姜茶啊什么呢，都是一些完全没有糖的啊。这都是完全无糖的。是不是寄这种姜茶给李总？是不是这种好一点的？当然是这几种了。对，当时这种给他寄过去，给你拿过去你就知道了。这个我们杭州玉米芡实茶呢，都可以寄些了。对，红豆玉米可以。红豆玉米芡实茶，罗汉果韧性茶要不要？都寄点那无所谓啦，这个李总就给他尝尝，你说给这个是给他吃的，给他自己。对。好，来去看一下。看一下工厂里面，叭叭叭叭，洛神花茶啊，哎，你说的好了，对不起啊，没有看里面，洛神花茶今年会重新把它做出来，你看我们的切间多干净，过年前呢，很多地方都已经花掉的了，我们已经在。年初一之前啊，已经把它慢慢在弄。过年那几天呢，其实虽然我们在放假，可是我们里面一直都在做这个保养，把这个地啊什么都弄得干干净净。好啦，大家看看了啊，又再开始做这个
夹心棒了啊，做完出来了，都给你们上架了啊。哦，我现在看看这个明天能不能上架，好不好啊？如果很多朋友已经吃过我们很多产品的啊，今天就可以先不要下单啊，等到明天，我看能不能明天把这个炸心棒上架给你们尝尝。那如果没有还没有尝过我金家庄产品的朋友，就可以什么都可以买一点。好，你看蛋糕开始在做了啊。这次还没烤到啊。一定要弄翻少少噶，啲色如果唔系唔靓啊。有冇做面包今日？面包做啦。做紧未？做好啦。做好啊！做好啊！等我做完直播，阵先，我叫唐宇攞出嚟俾我试下。啲面包又系啊，那个色最紧要，你记住，色香味嗱。这个叫我们新来的师傅郭师傅，其实不是新来的，他以前不是管这一部分。现在我知道他做面包很厉害，所以我们就让他去尝试做。我昨天已经在直播间讲过了，色香味是最厉害的，色第一个，然后香跟着味。因为我觉得那面粉，琴日我试 OK 嘅，啲色整翻，唔系真正菠萝包先去做啊，真正的菠萝包会唔会做啊？菠萝皮而家未打出嚟，未打出嚟系嘛？我依家问佢。OK， 啊，我等下我试下先，你看又有得试了啊！你看，不停在生产的就是姜茶了。现在他们还在开会，开完会吧，开完会就可以试吃了。啦啦啦啦啦！啊，今天这个直播可能做到11:30左右就停的了。今天不好意思了，因为等一下中午有朋友过来，就是我说吃羊肉，顶多我这个羊肉就拍一些视频给你们看看了。你把这个面包搞定没？搞定了，马上。做好马上搞定，直接拿到小亮房间。好，今天款式很多啊。好，那还用吃饭啊？下午，哎呦，来来来，每次到这里一定让你们拍个照的。来拍一个吧。面包呢就难一点呢，因为我说我们的面包有没有放什么防腐剂那些东西，我们都是现做现卖的。因为我都说了，以前我们工厂很多游客来的嘛，每天都有游客来的。那我在现场，你想想看，就在刚刚那个通道，让所有游客过来参观的时候，看到所有东西我们都是现场做的。那正常谁都会买一个尝一尝呢？而且现做，大家都知道，面包、蛋糕，只要是新鲜的，基本上都好吃的。而且本身我自己那么喜欢吃面包、蛋糕，我能不做这个吗？我真的很不甘心的，一直是我的最爱。我真的想把这个面包再发扬光大一下。看看他们开完会了没有？还没开完会啊？有没有卡？今天没卡啊？对啊，什么新鲜的好吃？
阿尔卑斯，你放心，这个事情我一直有做，只不过我们是也不是做得很大，就尽自己能力去帮助一下，这个我是有做的，你放心，金哥，这个是绝对是你可以放心的啊。还没开完呢，还在开。算了，开会就不麻烦，不打扰他们了。那下面大家看到我这个金家庄企业微信号，大家尽量加入这个企业微信号。一定要想办法弄得完善一点，因为这个要你们走来走去啊，还是涉及到这个安全的问题的。当然我都说了，只要你那天过来，当然你不可能一天一夜的大家去哪里哪里，从你们到工厂，金哥就会陪你们参观，然后可能在这里啊，应该在这工厂吃的，不可能到外面吃的，然后请大家在工厂吃一顿午饭啊，大家聊聊天交流一下，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工厂生产的流程啊，让你们了解这个工厂，这个我们是肯定做得到的，放心啊，因为我今年一定要把金家庄更深入的推广给大家知道。三年把过去三年的东西全部争取回来，我希望大家一样啊，过去三年大家都不容易了，今年真的好像今年又双春兼闰月啊，大家必须加油啊，我都说了，一个人好不叫好，所有人好才是好。什么费用多少啊？我家在湖哪里啊？因为你们这个不要弄太长了，你们这名字太长都看不见写什么东西。我家在湖，湖什么呢？原来他问我一个什么费用多少，什么是什么费用啊？我不明白。我在香港360看到你的，对了，我啊厉害，你是香港的。我们现在给他一点，有帮他做这个 OEM， 他现在可能在那边的价格呢会便宜一点点，反而会便宜一点点，因为他是试验期，如果做好了，他就正式把我们的产品呢全线上网呢，就香港也可以买到我的产品了。哒哒哒，道理梦之源，道理不用费用。如果我能邀请你过来，我不会收你费用，放心。这个是怎么说呢？你们一直如果是我忠实客户，我回馈你一下，这个是天公地道的啊。网上能买到吗？香港不会贵，现在不会贵。泰康之是的，是本人的，没有拍戏了，没有拍戏很久了。丁鱼，那这个我都说了，我们的食品呢，我不能讲它有什么功能，有什么功效，这个我是违法的。当然这个平台是已经比较很宽松的了，我们现在跟你聊天啊，产品啊，比如说我说黑芝麻丸怎么样，我们采用一只黑芝麻，就算我不介绍产品，你们上去我那个链接一样可以买得到，可是有一些平台呢，就每隔十分钟啊，你必须要拿起产品来介绍，不然就违法，所以我就大家可能也不要见怪了，我现在很多时候都在这个平台出现比较多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暂时对我来说可能比较畅所欲言一点，也比较自在一点，真的每次不停的拿着产品来介绍黑芝麻，一级黑芝麻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介绍这个青汁，这个不是我的风格，当然如果他必须要，我也要服从他这个规条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大家说我违法，又说禁播，其实在这个平台我都被
进过了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啊，大家将就一下嘛，其实有时候都不都不容易，而且我们做这个，我是宣传自己工厂的产品，我也不是乱卖产品，你可以放宽一点点给我，我觉得，因为现在我听说某一个平台已经发了很多通告给我们看了，就是你在上面卖东西，你一个价格不能太乱价。比如说你真的外面卖2000块的，你不可能在这个平台突然卖到200块或者怎么样，这个也是违法的。所以你看金哥，很多朋友说，哎呀，金哥你们的价钱好像能不能调低一点，我们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按照市场价格，大家差不多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，只不过你在金哥这个平台，金哥会另外补送你一些东西，那我觉得这个挺好。因为你买这个，比如说你现在买3盒芝麻丸，我送你另外一个东西，当然这个东西也是我进家中的东西，我会让你尝到我别的东西，别的产品你试过了，哎，下次你可能买另外那一款产品，我要送你别的产品，这不是挺好吗？对啊，好像买那个芝麻丸啊，支持南沙全国联，这个当然我们也想过，可是这个要投入太多的资金了。今年呢，听说啊，听说这个门店啊会火，很多人都这样子说啊，实体店会火，因为过去几年大家都真的没有在外面逛街买东西了。我们也打算跟一些超市真的开始再想想怎么合作。我都说超市真的不容易做的，超市大家放在超市里面，大家也很多都是打那个价格战，就是你调低一点我调低一点，大家就尽量去抢，而且你又要找人回屋，怎么样能够让人家去逛超市看到你这个产品从货架上拿下来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我最好，因为现在这个几个平台也实在是太好了，真的帮助很多厂家很大的帮忙。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按规条去做，按良心去做这个产品。慢慢慢慢，我觉得只要我们的产品够硬，就是你们吃过都觉得没问题，都觉得我们产品的好产品了，我觉得这个慢慢再打开这个应该是有机会的。要打造一个产品没有超过10年20年不容易的，所以大家看到很多产品突然可能是很火，火一阵子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就昙花一现。你真的要做到一个品牌让大家慢慢去接受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反正就努力吧，好不好啊？只要你们支持我，我就会继续努力去把它做好。反正我就说了，记住金家庄健康食品就那么简单，只要后面你看到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是什么产品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哦，金家庄的，只要你看到金家庄三个字你就放心，这个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满足了。 OK， 谢谢大家。大卖场真的没有吗？小林啊，小林在不在？弟弟有没有在看到啊？弟弟出来一下。志愿姐，金哥今年六字头的啦，麻烦帮我申请一下，在里面叫一下弟弟出来，很快。我问他这个大麦苗粉是不是没有上连接，太多朋友问这个了，等一下啊，因为人在开会，现在接完出来就不方便，可是一直以来我这个连接都是找我这个同事去帮我弄的。好，现在开始回答你们的问题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曲奇饼当然能吃啊，当然能吃啊。弟弟啊，
没有，不用跑过来，你看看那个大麦磨粉那个青汁啊，是不是没有上链接啊？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就那个不行啊？对啊，突然就不行了，就年后才开始。其他没有问题。就是医生就说胶原蛋白，胶原蛋白昨天交了一次，他就说什么我们显示的不是同一个产品，直接上不行的。对啊对啊，他每次都要审完才能过。有，知道了，知道原因了啊。那个是大麦磨粉，我们现在不是说买会买什么？他说金哥的这个产品呢，会有那个。正品嘛，对不对？要描述同一个东西。他突然呢啊，审核失败啊！我现在告诉你啊，你好，该提审商品信息不规范，然后就说我们现在好像是我要送什么产品，都好像不能。也会写出来。哦，选项里面以后会写出来啊。大家反正来，大家看一下了，又来了。啊，不是跟。今天的蛋糕在做的，马上等一下就出来，他们正在庆祝。哎，又吃，啊，放一天呢，凉了，这个面粉呢就知道它到底好不好了。等一下啊，我去拿着一手套。好。慢慢再改良，所以我们要一个东西能生产出来呢，能。放到你嘴里面呢，经过静哥无数次的品尝的，啊，看一下，这个吃完我真的怎么吃午饭呢？真的是，怎么尝啊？真的，这些全部都是面包，不都不是新鲜的，就是不是昨天的 OK 可以了，啊，那个很多朋友都听我说过了，新鲜的刚出炉的。什么都好吃，所以我必须要是放了一天的，顶多是放两天，对不对？面包也不能放太多天，三天顶了。我主要是它的口感就行了啊。这个是夜市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放在哪里？放冰箱啊？没有，怎么那么凉的？常温的，怎么那么冰的呢？我说这两天天气，打开这个面包，那个粘稠劲还不错。还行，嗯，那这个在，哇，这个很多核桃，饿了，他们这个面包的口感很不错，嗯，它的面粉还行，真的，等一下给我看看他用什么面粉。你告诉我，让他拍出来。嗯。好，那个垃圾桶给我。今天的这有做吗？对不对？今天做的是蛋糕。哦，准备做蛋糕。啊，对，今天做蛋糕。啊，椰丝奶油啊。这个奶油呢？面包行，这个奶油不行，奶油现在打得像现在那些，这个奶油叫什么？我也不会说，反正不要那么稠的那种，现在淡淡的、啊，对啊，那种、啊、白白的那种，嗯。因为我的面包其实也不用三天正常我们是不卖，肯定在这里不卖隔夜的，啊、只不过我就是试而已。又在这里，怎么可能卖隔夜面包呢？每天，如果那些客人要的话，直接，你下午想吃什么，我就出给你。这个真靠谱，我真的吃了那么多，最爱吃这个，肉松红豆这个。OK， 啊，等吃这个哪个是的这个呢？等一下，像这些呢，就颜色不好看了。这个肉松必须像这样子的，这种对我来说啊，这种啊，很多小朋友爱吃的肉松啊，有些火腿啊，
可是这个地方呢，这些颜色一定要再深一点。像这个火腿包这些也是，就是啊，颜色不够。反正现在最大问题就是颜色不够，其他还好。OK。好，我叫他再加多几秒，就十多几秒就行。好，那等于再试试蛋糕。反正如果我们这个面包，和这个大小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大小可以。其实无所谓，就看我们卖多少钱而已，到时候定价跟好。可以吧？但是等一下我拿那个蛋糕过来啊。好。厉害吧？都吃了啊！哎，好像那个朋友打给我了，可是我接不了电话。我看一下，小林，哇！马上要11:30了哈，没在外面，在展厅吧，可能还在。这个11:30了，朋友差不多又来了。小林，小林，你看看。佳姐好像打给你，因为我现在做直播开不了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，你打给他，你有没有他电话？我没有，我有微信加了他。你问他，他发信息给我，我看不到。可能他是不是现在过来，还是已经到携带？好。哎，林泽，你不用开会啊？上几天。啊？上几天。上个星期。每天好像你看我们轻轻松松的，可是这个也很忙的啊，只不过你不觉得我忙而已。因为我们在工厂这个忙呢，这个干活的形式呢，就有点比较开放的。真的，我们也尽量采用那种开放一点的工作形式，没有那么死板的。怎么样？多久到？不能再吃了，再吃吃不了饭了。好，好，哎呀，哎呀，谢谢，谢谢，哎呀，你眼睛真好。5分钟到，好，听到了。那金哥就差不多下了啊，那明天再聊了，好不好啊？就多少？哎呀，这个问来干嘛呢？我真不骗你，也不多啊。人呢，也不需要太贪心的啊。真的生活过得自在一点，我觉得行了啊。也真的不用太担心这个，好不好？我看看明天这个夹心棒能不能上架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明天上架啊。看看呢，如果下午没事，再上来跟大家聊聊天也无所谓的嘛。什么冒烟也有？不会吧？没啦。好，5分钟到。下了啊，立正。唱歌的时候唱歌啊，该介绍产品的时候就介绍一下下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啊！等一下我把这个羊肉，当然要先看好不好吃，不好吃就不拍了，好吃的话就拍出来给大家看看啊！大家加我金家庄企业微信号，另外就是关注一下金哥
谢谢大家。那金哥开播的时候，关注我的朋友呢，都会知道的了啊。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如意。好了，拜拜。